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亲近过净空法师的青年法师的感言。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训班。 学习感悟，能力法师，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善知识者，净空法师也。师乃当代光复佛教。 为佛陀教育之先驱泰斗，其所言说，解气于佛理，合于世道，其所行处，是为众等之楷模。 人天之师表，乃吾等之真正归依处。惭愧莫学能力等，能亲近老法师，得老法师亲为指教，其大幸。 起三生灾，先得根本智，在以多闻，则无往而不至。习六祖能大师，三年而起根本智，触类旁通。 听涅盘等为伴而达经义，此方便智也。敬老法师教法与此同，施欲根本质为树之根干。 方便至，为之调等，诚如是也。根干强壮，则枝叶随发，蓬勃茂盛，参天映地，揽风吸云，不也？ 一哉！佛法所为者，出三界也。故凡一切讲法、教法、行法，其最终目的，非与出三界相应。 我不能使现前众生处三界者，皆为不彻底之教行；而其家者，不过类于世之儒者等学耳。一门深入。 得根本治，此千古之传承也。禅门如是，教下亦复如是。习古德德亦经甚喜，一之修而见性者，即此理也。 即此法今已难闻矣，且不论佛教已沦为宗教之贤，即以佛陀教育而言，学之者众，见性者稀。然净空法师。 独成传此法，教于吾等。三月之余，受用终生不尽也。看破放下，言之者众，然真行者有几人？ 印祖云：“一分常净，一分收获；十分常净，十分收获。果能真干，真看破，真放下，觉明闻，舍利养。” 亡果报，至诚感通，自他二利，佛教焉有不兴之理？此四字为真入佛门之宝持也，可乎之哉？佛本一诚。 根源自别，教有万法，体性无殊。净空老法师精通宗教，而独弘净土，实乃应众生气，失所之量。 非大悲心不能为也。常闻其扬莲宗而异他门，实大谬也。吾等三月亲近老法师，可正矣。老法师发起之。 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三藏典籍，无所不容，在一正也。而老法师曾宣华严、为识、般若、梵网等妙理，此又。 一正矣，悲夫！今人之分别执着，我见深重，不明事理，故有此谬传，不也痛乎哉？今吾等受毁于敬老法师。 蒙师谆谆教导，会以吾等真实之力，为其吾等能荷担如来家业。吾等青年僧，当发大愿，当效师行，当弘师业。 可复之灾，可复之灾。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敬宗学会弘法人才培训班特刊，一九九七年。能力法师简介。 一九九零年二月，出家于武汉归元禅寺，依昌明大师受教修行。一九九一年，于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依成大和尚坐下受戒。 曾就学于南京栖霞山佛学院、中国佛学院。一九九六年，新加坡净宗学会与佛教居士林举办的第二届弘法人才培训班。 依净空法师学习净土教义与讲经。一九九九年，被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佛学院派往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尼泊尔兰皮尼中华寺。 注寺、四留学、实习，曾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应用伦理学研究生班，南京大学哲学系中青年佛学骨干研究生班，澳门公开大学 MBA。 武汉归元寺知客兼副寺，武汉佛教协会副会长，武昌佛学院副院长，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研究会会员等。附录。 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赠送经书目录，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号更新。佛说《万佛明经》基础泛拜教学课本，护生漫画集。 《明伦月刊》连载，《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图说》，《佛说阿弥陀经》，《金山玉质，梁皇宝忏》，《法华三昧忏仪辅行极著。 范网经菩萨戒本》书，唐法藏传，范网经菩萨戒本会解》，李元敬居士编，《大方广佛华严经书科文表解》。 城关法师书超，李元静居士编《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上下册，谈虚老法师《安世全书之》之文昌帝君阴志文。 白话解，历代因果事机会编，感应篇汇编，莲宗宝鉴，元普渡大师余且咽口诗时要集，三十系念佛事全集。 《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二零零七年重排版。元音法师，《大佛顶首楞严经圆通书，天台山传灯法师。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讲记，道元法师；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道元法师；答疑解惑，一至四级，净空法师；广公上人。 世机初编续编何堪？承天禅寺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书。明交光真线术，阿弥陀经要解讲记》，净空法师。 显扬圣教论，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会集本亲闻记，净空法师净土圣贤录，百论书，随集藏大师。 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解，二零零九年修订版，黄念祖居士。地藏菩萨本愿经讲义，知定法师。大乘无量寿。 清净平等绝经汇集本讲记，上中下。净空法师，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佛法的要义，圣依老法师。 中风三十系念法事全集，解深密经，佛说阿弥陀经要解，辩蒙抄。达摩法师造抄，地藏经的启示，净空法师。 毛棚札记》一至三集，元音老法师；英国《因果选集》、《占察善恶业报经》记行法；认识佛教，净空法师；佛陀的人格与教育。 陈伯达居士，净宗入门，净空法师，《弥勒三经》记本愿经，《佛性论》，天亲菩萨，《阿弥陀佛》的说明，《太虚大师》。 万古农居士，白发名门论表姐，西方却指觉明妙行菩萨，华严演义，策八净空法师，阿弥陀佛。 和他的极乐世界，陈义孝居士，如何消业障？菩提道上一帆风顺，五福临门。陈伯达居士，佛陀的启示，故法言居士意 佛学十四讲讲记，净空法师，《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释，胡维泉居士，《药师经》注集，刘朗轩居士，《八大人觉经讲》讲记。 净空法师，《寿康宝鉴》白话编译，《佛陀与佛法》，那烂陀长老，《金刚决疑》，《心经直说》，憨山世德清传，《大唐西域记》。 《沙门变机传》，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黄智海居士。从爱欲中解脱，万善同归集，幸福人生之经营，解读《弟子规》。 张友恒教授，《妙法莲花经》，念佛成佛，妙音居士，《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精华录》讲记，净空法师，《不可思议之念佛功德》。 印光大师一教两要，助念生息须知；劝发菩提新闻讲义，地贤法师无住生心集；净空法师讲述大佛顶首楞严经。 幸福美满的人生。六祖坛经讲话，圣印法师著。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演培法师。在家律学，二买法师。六祖坛经千注。 丁福宝居士《佛说忍辱经选集》，海涛法师选集，《安乐集》，唐道绰法师传，《一行居集》，清彭绍生著，《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义书。 慧远传书《阿弥陀经要解讲义》，元音法师《无量寿经义书，观无量寿佛经义书，阿弥陀经义记》，随即藏慧远制矣。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合集，佛说阿弥陀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三昧忏仪轨，慈悲三昧水忏全册。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复忏悔六根，大悲忏疑鬼。大悲忏疑，礼八十八佛，弘名宝忏，佛说十善业道经，放生疑鬼。 戒杀放生加，加严何堪？大乘妙法莲花经，大佛顶首楞严经，注音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阿弥陀经，药师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何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汉语拼音，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佛说阿弥陀经何堪？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普贤行愿品。佛说阿弥陀经戒律法要，需注明申请原因。即涛律师遗及。 菩提道次第略论事，许注明申请原因。宗嘎巴大师造《昂望朗吉堪布译正法念处经》，许注明申请原因。莲池大师全集一至四册。 需注明申请原因，《余茄师地论》需注明申请原因，《大班涅盘经》北本需注明申请原因，《四分律比丘尼界相表记》显出家众申请。 四分比丘僧戒本，四分比丘尼戒本，梵网经菩萨戒本，现出家众申请，皮尼日用切要解，本书现出家众，佛影法师。 教界新学比丘行护律仪集解，现出家众申请道宣律师附录，佛陀教育基金会简介一，缘起，一九八二年，简风文居士。 拜见上进下空老法师，老法师提出构想，成立一个弘扬佛法及培养讲经人才的单位，弘法立生。简居士依教奉行，积极规划筹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台湾教育部门许可设立法人团体净空老法师，取名为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推选净空老法师为董事长。 简风文居士为总干事。一九八五年一月三日，在台北地方法院正式完成设立登记。至今二零一一年，已有约二十六年的历史。二、宗旨。 一、促进德育，辅助民间四欲之不足；二、推展佛慈，发扬积极为善之特色；三、阐发伦理，潜移社会盈利之恶风；四。 海外宣讲，促进国际教界之共识。三、推广事业：一、设立图书馆、阅览室，供学生、社会大众阅览，并免费借阅经书与佛教录音、影带、光盘等。 二，赠送佛教图书、光盘及各种教材、法宝给国内外佛教团体或文化教育团体。三，在佛陀教育宣讲方面，一长期固定举办佛学讲座。二。 举办各项佛学研讨班，三，举办念佛共修会及静坐班等各项实修课程。四，提倡佛教文化事业，如中文、英文及各种语文佛学典籍、佛像之印赠结缘。 中文大藏经及巴利文大藏经之正语，佛教录音影带、CD、VCD、DVD、MP3 之赠送结缘等。五、建构网络服务平台，提供各种佛学讲授课程。 佛学数据等之影音文本文件下载服务，基金会网站于一九九九年开始筹备架设，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正式运作，为大众服务。六，办理放生护生教育倡导。 以改善社会风气；七、捐赠奖助学金，培育佛教僧才；八、其他一切有利于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事业之推展。四、发展目标：一、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基金会位于台北县深坑乡之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华藏教学园区正式落成启用，除可提供基金会教学及共修之外，亦可对外免费开放给具正知见之人民团体。 来举办各种佛教修学及有益身心、增长智慧之活动，例如佛七、禅七、内观禅修、八观斋戒或教师佛学营、大专佛学营、儿童佛学冬夏令营等。二。 二零一零年，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华藏坛林落成，提供发心为弘扬佛法、续佛慧命、精进用功之僧众，作为修行之处所，由本会负责四世供养。 令其安心办道，为佛门培养僧才。三，配合华藏教学园区、华藏坛林的落成启用，基金会的弘法目标目前规划成四个大方向：一。 印赠经书工作的持续推动；二、扩大因特网佛法信息服务的提供，尤其在影音方面。二零一零年初，完成由本会规划制作之第一部动画片《小珍的六度波罗蜜》。 颇受各界好评。三、解门方面，佛学课程的总体性规划，筹办儿童、大专、教师及成人等各种佛学营队课程。四、行门方面。 增进大众参与共修活动的意愿，以及加强禅定、静坐等实修课程，并进一步将为出家僧众提供四事供养，培育佛门讲经弘法之僧才。五。 本会遵循净空老法师的教诲，有多少经费就做多少事，故未设立会员制，不对外募款化缘，经费皆来自十方善信之捐助。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宽容法师，自从人类跨进二十世纪以来，资讯科技与交通网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生活的地球也似乎变成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村庄，在这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大交融的时代，佛陀的法音也乘此东风。 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怎样才能使如来的正法久住世间，为人心的净化、种族的和谐、社会的繁荣昌盛？ 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未来，关键取决于他们的人才素质的高低。同样的道理，佛教的未来如何？ 亦取决于现在是否能培养出真正的佛教后继人才。培育人才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是与众生的会命、佛教的法运。 世界的安定有直接关系的大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曾在一九九二年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 当前和今后，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培养人才，三还是培养人才的号召。此后，在各个方面的支持下。 数年之间，全国恢复和创办了将近四十所佛教院校。这些院校的出现，确实为青黄不接的中国佛教培养出了一大批生力军，弥补了。 一定层次内人才奇缺的困境，在国内外众多的佛教学院及教育机构当中，净空老法师与李牧原居士于新加坡开办的。 弘法人才培训班，以下简称弘法班，与华严班别具特色。他的办学成绩得到了教内外许多高僧大德的肯定与赞叹。弘法班。 与华严班均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为总纲领，以三学、三福、六和、六度、十大愿王为实践。到目前为止，弘法班共办了四届。 先后有七十多名学员毕业，现前所开办的华研班，共有二十余位学生休学。同时，第五届弘法班亦在积极筹备之中。以我个人的修学体会来看。 两班的教学有以下特色：一，因时制宜，培育弘法人才。古德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历史证明，没有人才就没有佛教。 然而，由于当前讲经弘法人才的缺乏，致使佛陀的真理难以使更多的人得益。正如经中所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佛世时。 之所以能有正法注视的兴隆局面，就是由于世尊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从未间断过。鉴于此，净空老法师不顾自己古稀之龄，于世界各地。 大开讲席，红经演教。一九九六年，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与晋宗学会联合开办第一届弘法人才培训班，聘请老法师为导师，主持教学工作。 每天，老法师孜孜不倦地亲自教学，将自己四十多年的讲经与修持心得传授给学生，希望借此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学修并进。 能够荷担如来家业的人才。弘法班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首先学习专门介绍讲经技巧的内典讲座之研究，然后掌握佛经。 分科判教的方式方法，在遵循此原理原则，以老法师讲经的讲义为教材，撰写讲稿，不得掺杂自己的见解。讲稿撰清后，开始复小作。 复小坐的方式，与当年结集三藏时，阿难尊者复述佛说法的情形有些相似。同学们在讲小坐时，听众只有老法师和其他同学。讲完后。 大家会从所讲内容是否精简浅白，讲演技术是否运用得当，语法词句是否正确易懂，声调控制是否抑扬顿挫，念诵经文是否字音正确。 面容表情是否庄重有节，威仪举止是否不卑不亢？其他还有头部动作、手部动作等各方面，提出改进建议。在习讲过程中，老法师。 要求每位同学都要写评语，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同学进步，更重要的是，经过观摩批评以后，自己也能取长补短。小作之后，根据大家的建议。 同学们在修改讲稿，最后才生大作，面向大众宣讲。大作结束后，再虚心请老法师及同学们批评指正，并且观看自己的习讲录像带。 以求进一步改进。一般情况下，大家在起初两个月时毛病很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进，缺陷自然就少了，甚至很难找出问题。这样。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与实践后，同学们都能十分明显的感到自己的进步。对于老法师这种传统的训练方法，也心服口服。二，因机质疑。 提倡专修专弘，《三字经》里讲：“教之道，贵以专。”事出世间之理，都有共通之处。在隋唐时，佛教八大宗均提倡专修专弘，如玄奘大师。 在西安大慈恩寺，专弘慈恩宗；善导大师在西安香积寺，专弘净土宗；道宣律师于终南山静业寺，专弘律宗；智者大师。 于浙江天台山，专弘天台宗等。由于有此殊胜的师承教学，使得当时各宗人才辈出，佛教已进入全盛时期。今日中国还有不少丛林。 很好的继承了祖师们专修砖红的遗风，如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砖红禅宗，苏州灵岩山寺砖红净土，福建太母山平心寺砖红律宗。 普陀山佛学院研究班，专研天台宗等，这些都是全国的模范丛林，为佛教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净空老法师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 皈依弟子，所以净宗学会一直以来继承了印光大师的遗志。老法师常开示说，修学佛法能否成就的关键，就在于一门深入，常时熏修。 若经论与法门涉猎太多，反而样样通，样样松。如果长期专注一个法门一部经，久而久之，清净心与根本质现前，自成通家。古大德所讲的。 一精通，一切精通；一法通，万法皆通，就是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空闲时间远不如过去农业时代充足，在这种条件限制下。 其他的修学法门都不大适应我们的根基，而方便易行的念佛法门却能在当今时代普遍应用。所以，佛在几千年前就于《大集经》里说：“正法时期。 戒律卸脱，相法时起，禅定卸脱，末法时起，念佛得解脱。祖师大德也有末法时起，意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以念佛得度生死之说。 在当今善根福德因缘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实唯有念佛法门能帮助我们获得究竟圆满的利益。但由现实状况来观察，我们众生的根气千差万别。 一个法门利益的众生，毕竟非常有限。作为弘法的法师，自己一门深入，决定能得到自利的目的。若要利益一切众生，就要发心通达更多的法门。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因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否则讲经不契机，如同闲言语；契机不契理，如同波寻说。所以老法师虽然是专修专弘。 净土一门，实指他是八大宗派样样精通。遇到禅宗根性的人，就教他修禅的方法；遇到修密的根性，就教他修密，并且老法师对于净土以外的。 一切法门，除了赞叹，还是赞叹。这位学生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三，因地制宜，以高科技弘法。老法师在影视及网络弘法方面。 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在六七十年代，录音录像设备还不太普遍的时期，老法师即已开始大量录制赠送磁带和录像带。进入九十年代，CD、VCD。 和网际网络刚刚起步，老法师便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网络优势，将绝大多数讲义整理成文字，直接送上网站，利益了无以数计的有情众生。 现在，不管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打开电脑上网，就能收看到老法师在世界各地弘法的现场直播，并且还有英语同步翻译。这在世界同类佛教机构中。 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从现场看起来，在居士林讲堂的听众有一千多人，净宗学会课堂听讲的学生只有数十位，但通过网络听现场讲课的人数。 已超过百万。此外，目前老法师的奖金录像带在北美有六家电视台播放，台湾有三家电视台播放，澳门有一家电台播放，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 正在筹备播放之中。老法师常教导学生说：“佛法弘扬要本土化、现代化。现代化的道场就是国际网络、卫星电视、报章广播。”今年初。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保留女士一行莅临净宗学会参观后说：“原以为净宗学会与过去古老的寺院相同，没想到这里先进的教学设备比普通的大学还完善。” 真是一所难得的教育基地，以后在这方面应该进一步发展，以便更好的弘扬佛教文化。四，以真实修行奠定讲经基础。佛法教学不同于世俗授课。 一定要对佛经有真实体悟，才能因机施教，使听众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否则，言辞轻浮，无有余味，难以达到教学目标。佛法讲红宗演教。 演是表演，四众弟子应以高素质的形象，成为社会大众学习的好模样。如果弘法的人烦恼习气重，身心又不正，即使说的天花乱坠，又怎么能信服于人呢？ 所以，老法师以身作则，在学生的真实修持方面抓得特别紧。华严班学生每天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除早晚课诵、听早餐开示、华严经。 《地藏经》《无量寿经》，学习电脑英语，做《华严经》简注义解，整理《华严经》讲记外，每星期还得写近一万字的讲稿，并且每个周末还要参加三十六小时。 不间断的念佛共修。老法师经常提醒学生：真正修行，不一定是专在念佛堂念佛或面壁打坐，而是在生活之中，于起心动念间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 看法、做法，于为人处事、皆物中，绝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如此日久攻深，自然看破放下，身心清净，只有解行相应。 一切经的真实意才能显现。这种途径，初看来笨拙，但实为学讲经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五，以简易浅白拟定考核标准。老法师。 考核学生成绩的方法，非书面考试，而是让学生于大作向大众宣讲，力求通俗易懂、简洁浅白，最好是到场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听得明白。 使每个人都能有所启发，这样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不断洗讲、不断改进，直到他老人家认为合格了，方可学习指定的另一部经。每次讲经后。 若有不如法的地方，老法师会慈悲指出，并写下修正意见给学生。按老法师的要求，一部经一般都需讲五遍乃至十遍左右，才能熟悉。这样。 以后前往各处弘法讲经，就不会出现一字之差而堕五百世也狐身的悲剧了。六，以私塾教学传授华严义理，按中国传统的私塾教学方式。 华严班的人数，当初计划不超过五人，因人多恐有照顾不周。但由于从其他国家前来新加坡学习很不容易，再加上华严经也很难听闻得到，所以他老人家。 就按实际需要增加了学习名额。常言说：“华严为经中之王，不读华严，不知佛富贵。”这是说华严的义理究竟圆满，为佛教各宗所公认。若不读华严， 就不知道成佛的好处。弘一大师曾劝导我们：初学佛最好从华严入手，但是此经太长太深，令人望而生畏，且近代乏人宣讲，使众生。 难以从中得到利益。有鉴于此，老法师为留一套录像带帮助后学，为培养出能宣讲华严的法师，以普利社会大众，所以就开办了此班《华严经》。 预计十年左右讲完。学生每天上午聆听老法师讲授华严，下午分为三组：一组将老法师的华严讲义整理成书；一组以最简单、最白话的文字给艰深的经文。 做简注意见，一组专门负责英译工作。这些资料经过老法师鉴定、修改后出版成书，以助他人方便学习。新加坡总理公署曾世生先生莅临学会课堂参观时说。 佛经古文如此艰深，若不翻译成白话，我这个受英文教育的人看起来确实很勉强。可见，翻译白话佛经实为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 学生在整理讲义的过程中，能进一步体会出经文字句的义理，加深印象。若有不明之处，可请老法师开示。另外，学生也经常阅览一些与华严相关的资料。 如《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书论转要》等，弘法班的学生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后，无论从讲经的技巧、佛法理论的深入、弘法的方式，以及。 待人处事、接物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当然，要有更大的成就，关键还是要学生毕业后将所学到的讲经技术，经过长时期的观摩实践，历史练心，配合个人的修持。 和三宝的加倍，如此于讲经时才能随文入观，讲出自己自性本具之经。弘法班毕业后的法师，有的在佛学院、寺院、佛协担任工作，有的已在各地。 奖金、弘法，均得到了四众弟子的好评。事实证明，弘法班与华严班在开办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先生。 请老法师参加五十周年国庆观礼时所评价的，净空法师为佛教做了很多实事。我们相信，经过长期的熏陶和锻炼，学生们一定能达到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的目标，一定能成为鹤丹如来家业的栋梁之才。佛教文化，一九九九年第六期。宽容法师简介，一九七零年出生。 陕西省扶风县人，父亲及伯父为佛教信徒，受其影响，遂立一心向佛之志。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机缘成熟，礼拜新教寺方丈。 长明大和尚为师剃度出家，因具有一定佛学基础，且聪慧、勤劳、好学，被长明大和尚收为侍者。一九八九年，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受具足戒后。 入九华山佛学院学习，在已故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仁德大和尚座下领受法义，因成绩优异，一九九二年留校任教，并协助圣辉大和尚管理佛学院工作。 一九九三年，任九华山甘露寺住持、佛学院教务长、副院长。一九九六年，受邀到新加坡净宗学会、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任访问学者，在新加坡宽容法师。 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工作中，学业大涨，获南澳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西太平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零零四年学成归来，被礼请为安徽省潜山县。 三祖禅寺住持，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当选安庆市佛教协会会长，二零零七年十月当选为安庆市青联副主席。宽容法师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管理系。 安徽省九华山佛学院及其研究部律宗系，曾获南澳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西太平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二年底，被聘为。 安徽九华山佛学院僧职班主任、副教务长。一九九三年被聘为九华山甘露寺住持、佛学院教务长、副院长。二零零四年受安徽省潜山县四众弟子礼请，任潜山县。 三祖禅寺住持，二零零六年五月被推选为安徽省青联委员，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当选安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澳洲之行，感恩之旅，法龙法师。 澳洲是个好地方，我很久以前就听说了，确实很想去看看，见识一下，体会一番。两三年前在新加坡学习时，有居士约我一起去，我觉得。 因缘不成熟，没有去。去年回国后，导师净空法师也向我提起过，问我要不要到澳洲去住。我内心非常感动，但当时已经答应母校。 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明学方丈的邀请，要到山上授课，也没有去。其实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缘，那就是导师进宫上人的八十寿诞。这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终于等到了，在国内，澳洲的签证是有名的难办，但我们一行七人都意想不到的通过了，一路顺风，我们到达了澳洲。 在悉尼停留三天，参观领略了这块地球上所剩不多的净土的风光，果然名不虚传。地广人稀，好不清净；气候宜人，好不舒服。蓝天白云。 清水沙滩，没有污染，好不惬意。虽然这里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天堂，但是再从其他嘈杂、污染严重的地方来到这里，也该算是人间的天堂了。 到了图文吧的净宗学院，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虽然没有传统寺院那么雄伟高大、富丽堂皇，但也是精巧大方、清净庄严，常年讲经弘法。 念佛修持，也是世上少有的道场了。为导师祝寿，安排在三月六日，前一天是已故华藏图书馆韩英馆长生息九周年纪念日。我对韩英馆长。 不甚了解，但从导师讲席零星的提及和影片简短的介绍中，深深觉得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护法居士。在以前的纪念会上，大家称他韩英正士。 这次我看到是称他“韩英大士，正是和大士都是菩萨的中文译名。最早的时候，我曾觉得这样称呼一位居士合适吗？后来，我觉得他当之无愧。其他的。 我不知道，单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护持导师讲经弘法不断，就从他成就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德，足矣。导师常讲，如果不是他的护持，当时。 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去感金忏，一是去还俗。如果当时感金忏去了，或还俗去了，还会有现在的净空法师吗？大慈菩萨有云：“能劝一人修。” 比自己精进，劝至十余人，福德已无量。如劝百与千，名为真菩萨。有能过万数，即是阿弥陀。自《龙书增广净土文》。 卷第十二之念佛报应因缘。如今，导师劝人念佛，何止千万？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都是得力于韩馆长的护持。因此，韩馆长等于成就了一尊佛啊！ 再从他临终时发的大愿，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他确实是菩萨发心。如第四愿，出家要做出家人的好样子，在家要做在家人的好榜样。第五愿。 敬宗要向世界各处弘扬，道场要做道场的好榜样。第六愿，敬宗学会的四众同学一定要遵依佛教，依教奉行。第七愿，敬业学人必须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第九愿，一定要学佛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第十愿，贵民贵语，一定要继续护持正法，使正法久住。 这些无不是菩萨的发心。当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戒师会问：“汝是菩萨佛？”回答：“是菩萨。”只要能发菩提心，能行菩萨道，都是菩萨。这些。 我们在他的心形上都看到了，所以我觉得称他大事当之无愧。真希望世间能多出几位这样的菩萨大士，能多成就几位净空法师这样的大德阿弥陀。 那真是佛门之性，众生之性，世界之性啊！在他的纪念会上，我真是浮想联翩，似乎看到了未来佛法兴盛的景象，看到了世界和平的景象。 第二天便是为导师祝寿的日子。为了这一天，我很早就做准备了。在内蒙古包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转了不少的工艺品店，终于在一家店看到了一个酸枝木的。 要有松鹤的笔筒，一看喜出望外，就是他了。松鹤是传统的贺寿题材，祝愿导师长寿安康。导师常以书法结缘，笔筒是最实用，也象征着。 以文字弘法的意义，又找书法家写了一幅中堂“无量光寿”，祝愿导师得无量寿，久住世间，以无量智慧之光，摄受世间苦难的众生。 虽然佛法着重在心，不执着形式，但也不能只理废事，理得由事来显示，心也得从事来表现。这些世间所谓的礼物，佛法所说的供养。 都表达着我们弟子学人对导师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感恩与祝愿。从整个佛法来讲，他讲经弘法五十年，法音普及，讲习无辍，法宝流通。 遍布世界各地，积极培养弘法人才，对佛法在世界的弘扬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直到现在，虽已八十高龄，仍然不辍讲习。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最少也要讲三百天，每天最少也要讲两个小时。这种五十年如一日、未法忘驱的行驶，不敢说前无古人，我想也是后无来者了吧。 从整个世界来讲，他以僧人的形象，秉承佛菩萨平等慈悲的精神与大智慧，极力提倡众生一体、世界一家的和平理念，积极推动。 宗教之间的友好交流，与种族之间的和谐互助，以其力挽日益动乱不安的社会，振救日益迷失的人心。他对自己的祖国更是热爱有加，资助希望工程。 设立奖学金、助学金，赠送书籍法宝，救灾济困，数不胜数。在他澳洲房间桌子的玻璃板下，我看到了他亲笔写的“和平统一好”。 “一国两制”家的纸条，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从我个人来讲，这七八年来，导师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今天。 我能真正认识佛法，能走上讲台，不为民、不为利的讲经弘法，真正体会到弘法是家务、立生为事业的使命，都是得益于导师的教导和引领。 现在全世界出家人不少，但真正讲经弘法的人太少了。即使从佛学院毕业出来的法师，有几个出来讲经弘法的？以中国而言，全国几十所佛学院。 每年毕业数百人，多少年来，这些法师哪里去了？实在令人感叹，不禁为佛教未来而担忧。所以，我今天能走这么一条路，实得益于导师的教导。因此。 我也比别人更多一分的感动与感恩，也因此常常激励自己，以导师为榜样，不为民，不为利，真正为佛法、为众生而生，尽自己的能力，宏护正法。 成就众生，在每次登台讲经之前，我都至诚发愿，恳请三宝慈悲加持自己，开智慧，能讲好，能让听众闻法获益，这是唯一所求。 别无他愿。他不仅让我感动，也让所有的佛教徒感动，更让全世界感动。我们该怎么表达这种感动呢？除了遵照导师的教导，认真修行外， 为他老人家祝寿，不是一种表达吗？让佛法因他的长寿而多一分兴盛的光彩，让世界因他的长寿而多一份和平的气息，让祖国因他。 而骄傲，让我们因他而成长。法会上，我想了很多，要表达的也很多，可是我的发言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五分钟的时间，因为激动，差点说不出话来。 思绪全乱了，不知从哪讲起。所以，除了感恩就是感恩。我深深知道，唯有真正的依教奉行，才是真正的感恩。那好，就让我们四众弟子。 放下自私自利，一起发心弘护正法，普利众生。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导师的感恩吧！阿弥陀佛。二零零六年。 三月二十六日，于苏州灵岩山摘自法龙法师博客。法龙法师简介：法龙法师忠，号中姐一九七五年出生，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三。 于内蒙古包头市华严精舍，现清净寺出家，其间随师公学习基础佛学及文化课。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正科班。 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研究班。一九九七年八月至十二月，赴新加坡参加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与新加坡晋宗学会合办的。 弘法人才培训班，一指净空法师学习讲经，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二，2, 于新加坡净宗学会参加华研研究班实习讲经，期间受聘担任第五六届。 弘法人才培训班讲师，受邀赴海内外讲经弘法访问，有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尼泊尔、泰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于新加坡新月大学修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新加坡班，获得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二零零五年三月至今，回清净寺常住，任监院。二零零五年四月至今，受聘回母校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任教，担任研究班佛学讲师。二零零六年。 增补为包头市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并积极参与青联的助学、扶贫等慈善公益事业。二零零九年四月，当选为包头市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并任民族宗教界别副主任。二零一一年五月，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二零一二年三月，当选为包头市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常委。 并获优秀委员荣誉。我为什么出家？节选，定弘法师。出家的志愿，其实很早我就有了，到今天，终于夙愿得逞，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出家的因缘，刚刚开始学佛就有这个缘。我是一九九零年开始接触佛法，当时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师父上人的经教。那时我在广州，因为我外公去世的因缘。 我母亲带着我外婆，还有我，走入广州光孝寺。当时是为了散散心，遇到了本焕老和尚。当时他是光孝寺的方丈，他很慈悲，接引我们入佛门，送我们一些书。 其中就有包括师傅、上人《无量寿经》的卡带，当时是录音带，我记得是易心园那个公司录制的，台湾很早了，得到了《无量寿经》，当时本岛见到我。 好像和我特别有缘，对我讲了不少话，两次劝我出家，说出家将来你要做大法师。当时我刚上大学，只想着要出国，没想要出家。后来。 本老邀请我们师傅上人到广州光孝寺讲《阿弥陀经》，邀请了两次。我们是第二次的时候遇到师傅上人的。我母亲当时从头到尾听了《阿弥陀经》，还做了详细的笔记。 就跟师父上人的缘接上了。后来我出国留学之前，一九九五年，我跟一些居士跟我母亲一起到上海参加佛七法会。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很殊胜的缘分。 到了徐教授家里，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徐教授是当地的居士，问我们要不要去，我们就去了。没想到就是徐教授家里，当时我们师父上人的母亲还在，在房间里念佛。 当时，徐教授护持老母亲求生净土，所以外人都不能见面。告诉我，老母亲在房间里拍着椅背念佛，我们不打搅。徐教授很慈悲，送给我们母子。 很多师傅老人家的录像带，像《了凡四训》、认识佛教等等。后来我出国留学到美国，就找到达拉斯净宗学会，从此就得以常常亲近师父上人。在我二十四岁那年。 一九九七年，我九五年出国，九七年刚刚读博士。那年五月，师父老人家到达拉斯净宗学会主持佛期，在佛期当中开示，我就参加了那次佛期，那天在现场。 听师傅老人家讲开示，听了非常感动。当时韩馆长刚刚过世，大家都在做追思的法会。师傅上人为最后一批戊字辈的法师剃度。师傅老人家讲，他自己。 是不要剃度的，都是韩馆长要他剃，他才剃。这是最后一批了。有些同修问我，你要不要赶上最后一班车？最后一批，以后没机会了。师傅老人家要封刀了，当时。 我油然升起出家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只是一种感情的，不是理性的。当时是犹豫来犹豫去，下不了决心，最后没法子，请教师父，也不好明说自己想出家。 就问师傅说：“我们年轻人现在要怎样学佛好？”师傅老人家当时在小客厅里面，对我特别慈悲。我当时是一个俗话讲乳臭未干的小子，二十四岁小伙子，大概师傅老人家。 看到我还挺好学，挺诚恳，就给我语重心长的说了两条：第一，把书读好；第二，读《无量寿经》。师傅老人家没让我出家，让我把书读好。那好吧，我现在在念博士。 就继续读书吧。当时，我将我自己发的九条校愿读给师父上人，让他老人家指正。师父听完之后，点头说：“难得。”我马上请教：“我要护持好这九条校愿，要怎么做？” 师傅告诉我要认真学佛。当时，我像很多第一次和师傅见面的佛友一样，很想和师傅照张相，最好是单独照一张，就很不好意思，但又很想，于是硬着头皮开口祈请。 能不能跟师傅老人家照张相？师傅很慈悲。好，来来，他坐的那个沙发是两个人的座位，他坐在中间，然后他就坐在旁边一点，让出旁边的一个座位。你过来坐这儿。 我当时吓坏了，我还是站着跟师傅照吧，我不敢坐。师傅老人家笑着说：“没关系，你坐，生佛平等。”这话我似懂非懂，反正我听懂“平等”两个字了。平等，那就坐吧。于是。 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很珍贵，第一次和师傅老人家单独合影。师傅然后详细问了我一些情况，我就详细汇报：广州人，今年二十四岁，正在准备读博士，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跟师傅一五一十汇报，师傅听完之后点头说：“哦，二十四岁，广东人，唐朝六祖大师也是广东人啦、啊。他开悟那年也是二十四岁。我这一听，感觉到很惭愧。” 真的跟祖师比起来，连给祖师提草鞋的资格都没有。当时师傅在讲开示的时候，说了他的一个理想。韩馆长走之前，祈请他讲《华严经》。当时九七年。 师父就开始着手讲《华严经》，正式开讲是九八年五月，所以师父老人家开示当中讲，希望到时候开一个华严班，有缘的同修一起来学习《华严经》，人不要多。 有五个人就行了。师傅这么一讲，我又起了一种冲动，很想跟师傅老人学《华严经》。下了课之后，我就向师傅祈请，能不能跟师傅学《华严》？师傅沉默了半晌，跟我讲。 事出世间法，都要看一个缘分，然后就不说话。这话我又听得似懂非懂，到底师傅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其实师傅是没有意思的。我们在琢磨师傅有什么意思。 琢磨来琢磨去，没搞明白。师傅看我还是很诚恳，于是就送我一套《华严经》，精装版五册，这么厚的一册，我至今还保留着。师傅老人家鼓励我说：“你能不能把《华严经》从头到尾读一遍？” 这也是功德很殊胜，没有说让我来学华严，但是我当时心发了，于是等缘分吧，自己先好好努力，认真学佛，回到自己的学校宿舍，就发了个心，因为师父告诉我。 说《华严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一天读八个小时，大概读两个礼拜，我就花了两个礼拜读《华严》，读也读不懂，读啊读，就读的打瞌睡，困得不得了，业障很深重，读不下去了，索然无味。 想到自己境界太低了，只好又把华严束之高阁。听到师傅让我读《无量寿经》，那我就老实读《无量寿经》。更何况师傅讲了，《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这是清朝彭济清大居士说的。 于是从那时候起，一直就读《无量寿经》《华严经》，只是听师傅讲的时候看看。后来博士毕业了，我在美国德州大学教书，教了四年。这四年当中，就常常带着母亲去看望师傅上人，亲近善知识。 二零零一年的时候，师傅老人家在新加坡接待我。我记得那年是暑假，去了之后，师傅单独在他的小客厅里面会见我们三个人：我母亲，还有我师傅上人。师傅就跟我讲，年轻人。 要有使命感。他劝我离开美国，到澳洲，说澳洲准备成立净宗学院，你过来可以，我们一起共修。昆士兰大学送给我荣誉教授的学位，你将来可以来跟我一起参加国际的和平会议。 将我们古圣先贤的和平教学的理念传递给大家，给我们做翻译。当时我听了师傅的呼唤，也是诚惶诚恐。去澳洲很好，但是给师傅做英文翻译，自己不敢当。我英文。 在大学里教教金融课还算可以，讲佛法，讲传统文化，我讲不出来。师傅老人家当时鼓励我说：“不要紧，我们共同努力。”听到师傅话都讲的如此，对我这样的迁就，说他跟我共同努力。 我有什么资格跟师傅共同努力？我们跟在后面还跟不上呢。但是这样的真诚让我们感动，心里感动无以复加，于是就下定决心来澳洲。刚好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在招老师，聘了我过去。 很快，一个月之内，将我和我母亲的永久居留签证批下来了。于是，我们就欢欢喜喜到澳洲来了。在昆士兰大学教书，也教了四年。这四年当中，有幸跟着师父老人家，参加各种的宗教和谐的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我们不仅为师傅做翻译，而且常常为师傅改写发言稿，翻译成英文。甚至师傅到后来，干脆让我上台带他读发言稿。跟随师傅老人家的这几年当中，让我感受到师傅那种。 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悲心，以及他老人家那种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的威德，无论走到世界哪一个国家地区，都受到当地上至国家领袖、宗教领袖。 下至平民百姓的尊重爱戴，于是又渐渐发起要弘扬护持正法的心。师傅老人家当时鼓励我学习讲经，当时我也不敢发这个心。我听师傅讲经听了不少，知道古人有错下一个字转语。 堕五百世也无身公案，稍微讲错一点，那就完了。后面因果不得了，哪里敢发讲经的心？师傅非常善巧，知道我信心微弱，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可以把弘法当做副业。”我一听。 把弘法当副业，这句话不错。反正不影响我的正业，正业是我大学里的教授工作，不影响我赚钱养家糊口。副业嘛，爱讲的时候就讲，不爱讲也可以不讲，一点压力都没有。而且一开始。 师傅就让我讲因果轮回这些科学证明，太空物理学和《华严经》的关系，用科学的角度来讲佛法，不是讲经，问题不是很大，所以也就可以尝试一下。我记得二零零二年六月，我和母亲刚刚到澳洲。 那时候，师傅就叫我讲，你把你收集到的关于轮回的科学案例给大家讲讲。怎么讲呢？在摄影棚里讲。这摄影棚我从来没讲过。你说在大学里跟学生们讲课还可以，有那么几年历练，不会怯场。 但摄影棚对着摄影机，没有听众，讲不出来。师傅说不要紧，去讲讲试试看，拉鸭子上架，把我推到摄影棚里。我当时很认真，怕自己讲的不好，剁五百是野狐，一个字一个字写了讲稿，一小时的讲稿。 四十个小时写，写好了，在摄影机面前照着念，不敢念错，所以非常呆板。那是我第一次讲课，好像光盘后来也流通了。早年的佛友可能有看过，那时候非常紧张，从头到尾肌肉都是绷绷的。 一点效益都没有，所以很多同修说：“你怎么比光盘里的样子年轻啊？”我说：“可能是因为在摄影棚里面太严肃了，看起来老了。”第二次是二零零三年四月，师傅老人家。 叫我讲太空物理学新发现的启示，那次也是赶鸭子上架，因为太空物理学我根本不懂。师傅老人家一开始讲，你先帮我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讲《华严经》的时候可能用得上。我以为师傅要。 所以就收集很多，从美国太空总署网站，从图书馆找了一大堆资料，拿到师傅那里。师傅看都不看，跟我讲：“这样吧，你准备一下，到时候给我们讲一堂课。”不是师傅要吗？怎么要我讲了？ 但是，我心里这么想，不敢说出来，依教奉行吧。就问师傅，大概什么时候讲？师傅讲，过几天上山去讲，就是上图文吧，当时，昆士兰大学就在布里斯本，在山下，山上大概有一百公里路。 他让我过几天去，我说过几天，太空物理学啃几天就能通吗？师傅这么讲，也不敢多说，于是就在家里闭关，从早到晚，一早三四点钟就起床，啃这些物理学，啃这些资料。 还要看《华严经》，两边对比着写讲稿，写了一个讲稿不满意，重新再写。那几天就是一条心做这个事情，没下过楼。后把这讲稿写出来了，带到山上跟师傅汇报。师傅听了说：“好。” 那你就明天十点钟在摄影棚讲，还要现场直播。那是我讲《华严经》的时段，我明天不讲了，由你来讲。我一听，心都毛了，这也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呢。第二次上摄影棚，第一次太紧张了。 第二次就更紧张，而且这还现场直播，讲错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而且学院当时还没来得及通知，说师傅明天的时段改为钟博士来讲，没有时间通知，没有预告。我想。 当时全世界的人都等着看师傅呢，时间到了，一看，怎么换了人了？当时你就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结果我准备的讲稿不到一个小时，师傅是两个小时的时段，怎么办呢？我想了个法子，没办法。 用国语讲一遍，再用广东话讲一遍，凑够两个小时。就这样，师傅慢慢善巧引导我走上这条路。当时课讲完之后，心里都空白了，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有了，不知道讲的好还是不好。 中午和师傅一起吃饭，师傅听了，也不敢问师傅我讲的怎么样。当时正好吃饭的期间，新加坡副居士打来电话，说突然听到钟博士在讲课，他在新加坡听了，能不能赶紧把光盘寄给他？ 他要在新加坡流通，我这一听，心里有点亮光了，还有点欣赏的价值。经过这两次不同寻常历练，对摄影棚的恐惧感就没有了。以后在摄影棚讲，慢慢也就自然了。你看，现在我在摄影棚。 已经度过两千小时了，现在讲课可以说，面前有人没人都一样，讲起课来如入无人之境，不是如入就是无人了，练出来的。所以师父老讲，你要讲经弘法，没别的，就是天天练。 天天上讲台，所以，我当时经过这两次的练习，也就有一点发心了。弘法看来也并不那么难，就开始萌发辞职专门弘法的心愿。师傅老人家也看出来了，他老人家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在他旁边。 什么都瞒不了他，这是我跟他多年的心得体会。你要想瞒他，就是自欺欺人。你心里的念头，他都知道。那是二零零五年的时候，他就劝导我发心，把副业改为正业。经过这个练习。 和师傅老人家不断的带领，心就越发越大了，不像以前那样微弱。以前真不敢，师傅引导我走上这条路。我跟母亲商量，就决定把昆士兰大学终身教职辞去。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号，母亲带着我到香港来拜师。当时师傅老人家很高兴，他换了新装，是别人送给他的韩国的一套服装，他穿上了，正式接受拜师。母亲带着束修之礼。 带着他写的《送子拜师文》，祈请师父老人家收留我这个学生。我们按照古礼，先向佛菩萨三拜，然后母亲带着我，请师父老人家上座，我们再向师父上人三拜。过去。 我们向师傅上人三拜，师傅总是讲不拜。你要是拜了，他最多讲一拜，他不会改，不会等你三拜。这次，他正正式式接受了我三拜。我母亲把宋子拜师文。 给他攻读了一遍，他收下了。零六年底，于是就将澳洲的工作辞掉了。这些房子啊、汽车啊，卖的卖，捐的捐，这些财产基本都清理掉了。我母亲回到国内。 重新过上他的退休生活，他要进修、念佛、求生净土，而我就跟着师傅老人家，专职学习儒释道课程，学习讲经。从二零零七年初开始，就每天在摄影棚里练习。 讲儒释道的经典讲了不少了，有十几种。另外还有参加海内外各种传统文化论坛、各种弘法的活动，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定弘法师简介：定弘法师。 俗名钟茂森，一九七三年生于中国广州，一九九五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学士。一九九七年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一九九九年获该校金融博士，先后在美国德州大学及肯萨斯州州立大学任教四年，二零零三年移居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著名的昆士兰大学商学院任教四年，担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获得该校终身聘用。昆士兰大学原定于二零零七年提拔他为教授。 而且，多家大学曾高薪聘请他担任首席教授，但是他淡泊名利，立志走向圣贤教学之路，所以均婉言谢绝。曾兼任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客座教授。 安徽大学客座教授，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研究员。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农历六月十五，钟茂森在香港圆明寺。 畅怀老法师坐下剃度，法名定弘。